那个 E 很难躲晕的 E 的，你知道吧？基本很难躲，还是要注意的。再个护甲。等一下，一起来，变形，能转，准备躲 Q，A 他一下，这冰雾补就 A 他，再 A 他一下，再 A 一下 ，OK， 他很难受，我们两级了，一起来来一下，哎，我怎么没两级兄弟啊？射手经验了，还好他怂了，真的，不然我这波要被他打一套的。算错了吗？我去！他真说他不会玩，我靠，这人不会真白金的吧？进去了，拉距离，别给他打三五。我这波被吃经验了，我这波肯定上三级的，被吃经验了。飞吧，我操！艾克可能真的是白金的，但是很奇怪，他要是白金的拍这种局，那他得有隐藏分的呀。我问一下，这是不是系统匹配出问题了？我们螳螂也是铂金的，匹配系统出问题了。我现亏了，赶紧上线吧！我现亏了。买鞋子，还行，能吃到。这个鞋没进来，还是进来了，不过没有鞋子，赶紧上线吧。还亏了三个，鞋子没闪，到时候可以再照顾他一下，救一下。哎，阿泽一起来。来他，来一下，硬球眼，哎，我他妈 Q 兵了，兄弟，我这被他给单杀了，啊 ，Q 兵了，我失误了，下去了这个线。这两波线都太难受了，有我在，兄弟，先去去了吃不了了，能不能杀不一滴？那之前卖一波真的，一滴会溢上来的，一滴溢上来他就必死。这么稳吗？他应该杀不掉，算了。赶紧走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炮车我用 E 吧，应该能吃得到，吃不到了。他第一下打的经验不是我这个前排兵，是个经验值配置吧。越打，喂兄弟，再杀一波 EZ， 让他彻底断开连接。这波回流线艾克一定要回来吃线的，我们直接去下路抓。
他们很难说，被鱼子的，谁吃谁死，一起来上这里，一个野大本，五十万出，OK， 完美，有克吗？这个 Ekko 去装闪现了吗，兄弟？ 哎，不用这么抽象吧？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哇，这是白金，这个号是一区300分的号呀，兄弟，拍了一个铂金的，我感觉真像铂金的，像，不知道，没事。 奇怪，拍的剩下都是宗师跟大师啊！你这样的放金的，原来这样的放，他不玩的，他演员，这人不认菜，这人是演员，兄弟，这人是演员。 他得跟我拼，不知道谁请的，硬送，没见过这样的，真的，猜吧猜吧，读书了直接。 变成魔琴的了，兄弟，别尬黑啊！我打个教学，我还听你的，我闭着眼玩。二马过来。 够了，我直接拆4层，完美。就这样吧，拿来别墅了。我们再吃个蓝，无限发育。嗯。 这个杰斯是真有实力啊，兄弟，说实话，这都能单杀的。那我吃吧。 他送，兄弟，怪了。呵呵。不明白。 上去了，给他们上塔，也是没闪现。我上面啊，兄弟，怎么样？算了，一起吃了吧。
这个速战速决，来把这个卡给吃了。给他那个钻他这个，哎，晃着了，撞不了了。我撞了他的呀。 吃了这个炮弹线，我们再下去。这不能点信号，再点信号要被骂了。我们吃了他一波炮弹线，知道吗？那这波炮弹线收敛一点。这波炮弹线如果没吃，我肯定点信号让他走。主播还是要点脸皮的呀。我准备。 卢登。OK， 我点满了，先不喂鱼，就先追着他，就闪现我们再喂鱼，就是最稳的击杀方式，不吃雾花。吃了，不用管了。 这么贪吃，我贪吃太多了，不知道是哪一个。快点回家巫妖算了，我们这把做梦结束了，出了巫妖结束了。 再吃一波吧。不用，对面打野躺输啊，无杠的打野躺输。 结束，中，晚餐结束，准时准点。